首先我们插好气管，这里有气管，插好气管，插好气管之后，把电源线插上，这里电源线插上，再把机器配上，配上去之后，这里这个你这个直线送下去是一条直线的。接着我们就看这个物料，拿一个产品，这里是挂长脚的，挂住它这里可以调节的。过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试它的一个运行，开上机器振动盘。开上松料，振动盘工作，让物料过来很顺畅的时候，再进入这个直线送料器。直线送料器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直线送料器，就看一下这个同步对不对。同步的话，就是这里刚进去，这里进去的时候，这里就开始走，这是一个同步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放料运行。运行 OK， 就看你们测试的强度对 OK 不 OK 就可以了。